不就把这东西给你们带回去吗？还让他把这东西藏傀儡里了是吧？我都知道。不要被表象迷惑了。黄泉，你还真挺有门路的啊！庙里都认识人。当年那个叫什么仇邦将军啊，势力大呀，杀了两个貔貅之后，直接被拉下台哦。东西呢？是他们。 不管你东西扯什么的，我知道。东西扯什么的？还说，申请还是我们的小姐啊？你这发过来也没当初能跟你家也毛吧？我只是觉得，哪样都没挨他说，心疼觉得。